肯定要有，肯定要有一个过程。像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原来别的时候报复也有，是吧？这个东西以后要自己慢慢去琢磨的，是吧？这东西他来说不好，该这边好像去干什么去了？这边男的咱们两个都买，俺家玩的，原理就是他做实验的。这时候是不是有些规矩的？那就。